看很多个齿轮这样一个接着一个，很紧密的接在一起，表示说这个巨大齿轮就是说它代表了舞曲坚强的意志力跟它的坚毅，然后而且每一个齿轮都是刚刚好，必须每一个接缝都是要刚刚好接在一起，它才能完美运作，而且里面还可以卡到东西。这就是代表舞曲它做事情都比较一板一眼的特质。然后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背景要注意一下，我们牌卡里面都会有一些小小细微的东西。我们牌卡里面呢，有看到一条一条小小细细的纹路，它代表是说舞曲它是一个比较适合专业技术来赚钱会比较好的。然后看到还有看到它有很多金币，它努力转动之后有很多金币掉下来，所以你要努力转动之后它才会有金币掉下来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舞曲的财必须要是实实在在努力转动。